你好。下载淘特 APP， 摇一摇，精选年货美食，全程9.93元。提醒您本期看点。你好，星期六茶餐厅开业了，何老师带着青春见习班，数字主持人小样，恭候光临。欢迎光临。哎，妈妈给我来杯水啊。来喽，两锅。面对我靓仔说不出，仔说不出口，是不是一定要两锅吗？星期六的谭松韵亮相经典复刻舞台，还有容祖儿、Twins 惊喜现身，掀起大湾区回忆浪潮。星期六的邓萃雯、李耀祥、圆梦，那些年的意难平，独家演技教学，谁能技高一筹？快走！我叫你走啊，走！我的棍子可没长眼睛。哇！爹爹，爹爹！别说话了。还有嘉宾们的私房粤语歌单，哪一首才能挑动你的 DNA？ 更有容祖儿惊喜告白，一首朋友让你不再孤单。20年前，我跟你们说，就当来自己家，我们成为了彼此的家人，未来我们也会一起看着彼此，陪着你走，因为是朋友呀。羡慕这样的友情。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嗨，看看菜单哦。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哇，财神哇，万千亿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喜喜喜，你你仰前头。下课气生水，喜气盈盈。齐贺未多科音，中劲强劲。又祝你今年兴旺荣升，朝晚都多欢笑，感受清净。让我来拍发幸福的传单，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一起拼搏不能再等等，万事如意，财源滚滚，欢迎光临到茶餐厅驻足，天道酬勤是我对你的祝福。到底是谁在敲我家门，大吉大利迎接财神。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哇，财神哇，万千亿前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去睇起你，你有前途。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大家星期六好，欢迎各位来到由 Vivo 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先锋影像旗舰 Vivo S12 系列手机全面出色，自然出众。刚才呢，大家看到我们的开场的表演，可能马上就去翻了一下日历，以为过年了。对。今天呢，其实不是过年，但是为什么要唱这么喜庆的歌曲呢？因为今天是我们你好星期六茶餐厅开张的好日子。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呢就是这个茶餐厅的何老板，这位呢就是茶餐厅的蔡老板。我们叫老板。还有了，还有了。这是我们的常客，打一个招呼好不好？来，大家好，我是秦孝贤。大家好，我是王鹤棣。我是 Bridge。 大家好，我是青春见习班的冯喜。我是青春见习班的崔磊。大家好，我是青春见习班的袁帅。
大家知道呢，其实茶餐厅啊，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它也可以说是大湾区的一个特色。是的。而且呢，我相信呢，大家不但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喜欢的食物，也可以在忙碌的生活之外，在这里找到最浓的人情味和最熟悉的那种感觉。对。你是不是非常熟悉茶餐厅？我非常熟悉，因为我是从小就很喜欢去茶餐厅，因为我家人就是很忙嘛，那时候，所以呢，我就要自己就如果不做饭，我就要去茶餐厅买饭。我相信的这个茶餐厅呢，其实是让很多人这个寄托了很多感情在里面的。那其实我们茶餐厅呢，还有一位我们非常优秀的迎宾员，下面呢就要邀请我们的小耀。Yeah. 欢迎小耀。小耀。大家好，我是你们喜欢的小耀。接纳你了，小样。我今天呢也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就是我们茶餐厅的迎宾员，而且我做了准备哦。做了什么准备？我学了那个迎宾的话语。哦，来说说看。欢迎光临。首先我要表扬一下小样认真做准备的这个态度，对不对？欢迎光临。但是这好像Ada 是不是都不太是茶餐厅的迎宾员会说的？不会的，不会的，他们就比较随意一点的。是不是？我小样，我们跟蔡尚芬姐姐学一下好不好？好的，好的。那你就学一下哈。就是如果呢，有人说美女，给我倒杯水，喂，靓女，俾杯水我，你要怎么说啊？我教你了哈。好的。哎呀，靓仔，等等下，好快。哎呀，靓仔，等等下，好快。哦。哎，他学的挺好的。很好。但是唯一就是等等哈，那个哈是不是有点夸张了一点？其实呢，茶餐厅的人呢，他没有那么温柔体贴的，他们就是比较好像一家人说话这样子。哦，不会那么客气，啊、比较随意一点，是不是？等等啦，等等啦，那小样，嗯，你敢不敢让大家看到你平时最放松、最随意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嗯，就这样子，超酷的。我放松的时候非常的酷。那如果客人要走，我们要说什么？哎，再讲下听日见啦。我这么随意啊？系啊。好，小样，现在比如说我是一位客人，嗯，我们现在来一套全套的服务，好不好？好。哎，麻烦给我来杯水啊。来咯，两个。两个。两个。你太聪明了，小样。怎么面对我靓仔说不出仔说不出口，是不是一定要两个吗？然后现在我已经吃完了，好不好？我吃完了，来，麻烦，这是我的那个餐费，给你了。给钱咯。不是给钱，我给过你啦。然后说多谢啦，是不是？多谢。好，这是我的钱，来，给你啦。多谢呀。好，不客气，那我走了。下次再来呀。散装粤语，这散装粤语。那最后我们跟小样一起那个，请 Ada 给我们教一句吉祥话，好不好？好。先小样来学。啊，听清楚了，小样哈。好的，好的，好的。恭喜发财，利是到来，心想事成，万事如意，身体健康。什么？啥？说太快了。再来简单一点的。恭喜发财，身体健康。恭喜发财，身体健康。恭喜发财，身体健康。健康，健康，健康。好，我们小样，我们一起跟观众说啊，预备起。恭喜发财，身体健康。好，那我们小样准备待会儿精彩的表演喽，谢谢小样，谢谢小样，待会儿见，拜拜。好，今天呢，我们茶餐厅第一天开张呢，我们已经接到了好几个朋友的电话，说要来我们这里打卡了。那他们想要试试我们的美食到底是不是正宗。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布瑞吉跟弟弟王鹤棣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好星期六茶餐厅第一位打卡的朋友。那么接下来即将出场的就是，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松韵一起找寻那些经典回忆。九零代演技我最中意，粤语都能唱出几成功力。不跟潮流时尚一起来逛逛，牛仔裤白衬衫还有大波浪，卧室贴着多少的海报珍藏，美女即将入场，她正在路上。掌声有请谭松韵。
同学们，这堂课的重点都记住了吗？今天就上到这里，下课。老师再见。愿那风是我，愿那雨是我，飞花是我，对草当过，做过洒脱的我，不理世界说我是何，只要做个真我，在笑声里度过，冷管他光划过，对草当过，磨记一次因果，风里雨里也快活，伤心的歌，从做个真的我，回问那假的我，半生为何？面后再最后面，面后再最幼面，祈求什么？从做个真的我，回问那假的我，笑痴又傻，笑痴又傻，谁是我？我是谁？无谓理我是谁，更加好。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这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有情常令我个心有愧。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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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ica， 谁能代替你地位，好想当初太智慧，好将真心当是爱，好当光阴已至逝，方知它珍贵。你已有衣柜，负了你创爱，痴迷梦永远沉于心底。Thanks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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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ica， 谁能代替你地位 ？Thanks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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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ica， 谁能代替你地位 ？Thanks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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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ica， 谁能代替你地位 ？Monica Monica Monica，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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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ica。松松，棒棒棒，喜欢。
刚才松松的表演，不，我不是说别人，至少是彻底点燃了我身边的蔡少芬。我都想 dance 也点燃了我们三个呀，我们嗨了，太嗨了，巨嗨。我知道松松是四川妹子，为什么唱这个广东话的歌这么的入神？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听粤语歌很多哦，还看港剧。嗯，我明白。你们刚才在表演的时候，他们一直在研究旁边的同学演的是什么，然后呢转身就看到弟弟已经开始变杨过了，你看他胳膊。然后他们一直没有弄清楚趴在前面那个课桌上那个同学是干嘛，你知道吗？对啊。后来我就跟 Ada 说，我说那不就是那只雕吗？其实呢，我刚刚看到这个宿舍啊，这个卧室的场景也特别的眼熟，我们进来看一下好不好？好，欢迎参观。哇，第一次进女孩子的房间哎。看到松松这个表演，我想给你在这里拍一张照好不好？来。好呀。对，三二一。真的，你看这拍得太好看了吧 ！vivo S 十二系列手机确实全面出色，拍得太有氛围感了，这复古氛围满分呢。绝对是的，现在进来看一下好不好？我发现有一个这个，是我们一家五口的照片。对，这个一下就对李尖尖一家人，对不对？对。哎 ，Brady， 这个是那个我 rap 的启蒙，许冠杰老师，这个也是我 rap 的启蒙。怎么说呢，许冠杰老师最开始的时候也是用粤语，那其实我的音乐里边也用方言在说唱，所以说在早期的时候许冠杰老师是对我影响很深的一个前辈了。嗯，那个我看到这里还有这个下一站天后的这个碟片。这个是我们那个年代都是租影碟看嘛，对，然后下一站天后这个电影是我第一个买了一张碟片。要买的话说明是真心的喜欢，就可以珍藏，然后可以不停地看。是的是的。而且那个歌大家是不是也非常的熟悉？对，下一站天后，对不对？怎么唱来着，副歌怎么唱？谁谁又听海歌唱，谁又又唱，他不可到现场，仍然放肆繁活一场。哭了，太新奇了，这个哇 ！Hello， 来，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 Twins， 欢迎我们的容祖儿。Hello， 哇，吓到了！吓到了，吓到了！很惊艳我。我先以为他们尖叫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歌声在尖叫。哎，我也是，我也是这么认为。其实我看到最惊讶的是秦霄贤，一回头，头皮唰就麻了，就不行了。我本身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你们突然在身后唱起这首歌，观众在欢呼的时候，我回头一看，我跟那个小秦那个状态一模一样，也是头皮一下就麻了。我们从昨天彩排一直到现在一直在忙，我们也很用心的制造这个惊喜，但这个看到你们的表情我觉得好幸福，很满足啊，值了值了。今天这个惊喜其实呢最开心的是松松，我们分享一下心情好不好？当时在里面就觉得阿萨特别的可爱，还有里面有唱那个下一站天后，大理想跟他归家，为他就是又有演又有唱，让我觉得很整体观影效果特别好，又很励志。明白，其实那个片子是一个让观众非常愉悦的一个作品，对不对？那我想刚刚松松他追这些剧，那其他人有没有平时看什么剧？我很喜欢怀旧的，所以我经常看回以前的东西。对，例如刘德华的那什么，旺角那个。旺角。旺角，对，开门。旺角卡门。对了，还有《天若有情》。天若有情。对呀、啊，我所有说的你们都很有共鸣啊，哈。对吧？非常有。
是的。那既然大家都是追剧达人，我们现在呢要玩一个小小的游戏，我们会分成两队，大家来答题，看大家能不能猜出是哪个作品。只要是我们的年代，一定可以。好，来。今天呢，我跟冯喜呢将会是两个裁判，反正呢我呢肯定是向着我们这边的。那冯喜你呢？我肯定是，因为我想在这个舞台上多留一会儿。明白，你也是我们这边的。没有，我如果发现对方出粮，是这样。如果我发现对方有什么任何偏袒的地方，我就过来给你打小报告。好吧。好，来准备了，规则非常的简单。首先第一轮叫做看海报猜电影名。好，准备啊。喂，容祖儿你干嘛回去？王后侯老师你看他。对，没事，我们腿长，不站这一会儿啊。好，我们腿长。那待会儿说三二一就大家往前冲啊。预备，请看第一题。预备，三二一，开始。好，来，王鹤棣，放心，弟弟猜不出来，不要说。我知道，快点，一把刷，三二一，九品芝麻官，错了，可以走了，他输了，他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是九品芝麻官，一部戏我演的，我怎么不知道？是那叫什么呢？现在那个叫苏黑儿，苏黑一，苏乞儿是吗？好。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还原整个海报，电影就是九品芝麻官。这么自信吗？我告诉你，你们应该给骗了，这个真的不是，因为我拍过。你拍的，你演的如烟。对，我演于烟的，有点像，但这个真的是九品芝麻官。我们通过一张照片来让帮助 Ada 回忆一下。对，这是如烟，对不对？好美啊！是这个九品芝麻官，这是九品芝麻官。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作品里面有蔡少芬本人，他却记住了答案。怎么会这样子的呢？哎，忘记了。没关系，第一题嘛，哎，大姐，第一题嘛，第一题没关系，没关系，再来，下一题。准备啊，来，三二一，六，不不来，这首就是齐天大圣孙悟空，哎，他吓死我了。放心，我一定会。回答正确。我是如来佛祖、玉皇大帝、观世音菩萨指定去西京特派使者，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啊，帅到掉渣呀！你们在干嘛？这是台词。我是如来佛祖、玉皇大帝、观音菩萨指定去西京特派使者，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啊，帅到掉渣！来吧，我们请出当事人阿萨阿娇在里面演了，对不对？对。阿娇演的是紫薇仙子。阿萨演的是紫兰仙子。对，我记得我跟张伟坚有一首歌的啊，我叫这个恋在我爱你耶，恋在我爱你耶，恋在我爱你，我爱你，恋。
我们动作一定要快，好不好？好，但是不能离开凳子，不能离开凳子。来来，蔡少芬，蔡少芬，蔡少芬，来来，一个人控制住蔡少芬。好，下一题来，请看下一题。来，预备，我们要加油啊！加油，加油！三一，开始，开始。好，王鹤棣。什么呀？放心，弟弟猜不出来，不要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跳跳跳跳跳！我知道，跳跳跳跳跳！我知道。你超时了，你超时了。OK， 哎、okay, ，我把这个机会给松韵，好吧？给我们队友，因为他穿裙子不好抢，我帮他抢。哎哎，那边有个光脚的都没说什么。我们一起说，我们一人0.5分。好，来一起说啊，三二一。东城西走。两位都回答正确。谁是大英雄？是痛。好，接下来听歌曲前奏。猜电影名，好，来准备，请听第一段。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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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来来来来，崔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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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傲江湖，笑傲江湖，歌曲的名字叫做《沧海一声笑》。回答正确。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落，此际今朝。磊磊，你怎么会知道这个呢？因为他最前面那个前奏的那个乐器印象太深刻了，太深了，对不 对, 对。然后呢，冯喜，麻烦你帮我摇一下秦霄贤，是不是还醒着？在吗？在吗，秦老师？我特别想在。为什么你跑得那么慢呢？对不起，是这样的，霄贤不是快慢的问题，他没有动，他不会，所以他没有动。三二一，开始！好，来，三二一，开始！什么呀？下一题，三二一，开始！好，来来来来来，崔磊，崔磊，崔磊！下一题，三二一，开始！好，王鹤棣。这样好不好？下面一题，我们来重点扶持一下这方面的知识贫困户。来，秦霄贤，你站在这上面来，让你先听，好不好？你先听。老秦，这样你也赢不了我，真的是好难过啊！老秦，加油！来，准备音乐起。音乐停。射雕英雄传，射雕英雄传，射雕英雄传。好，来来来来来，你说你说，步步已经给你做了提示，你说。第七套广播体操，你回去。好，来你说。射雕英雄传。回答错误，来回答错误。好，来来来来来，你说你说，步步。霍元甲。回答正确。歌名叫什么？歌名吗？中华英雄。下下下，弟弟来，歌名叫什么？我就想让他下去。我好，继续往下放。好，来。
我知道了。你说，万里长城永不倒。回答。回答正确。万里长城永不倒。不倒。千里河水滔滔。今生受累别采风铃，原来国家那场英明。哇，这个电视剧叫霍元甲，是我爸爸妈妈的年代的。对，哎，怪不得我们不会。哎，老秦去哪儿了？老秦老秦走了。千里黄花水滔滔，好，来准备啊，下一题请听。歌名叫《谁是大英雄》。回答正确。剧名叫做？剧名叫黄飞鸿。不对，刚才已经播过了。霍元甲。不对，中华英雄。不对，刚才播过了。赌神。不对，放海报的时候响了这首歌。刚才海报四个字的。九品芝麻官，齐天大圣孙悟空。东成西就，东成西就，东成西就。回答正确。谁是大英雄？是风，飞鸿。问世间有几个绝配？老秦站出来了。你果然是英雄啊！我只能说他的快乐来得好辛苦。哇，这还不容易啊，真的好累，好紧张啊。朋友们，这才第一个环节，要不要留点体力？差不多得了，好不好？那么呢，我们大家刚才通过这些音乐，通过这些海报，回顾了很多我们熟悉的影视作品。优秀的影视作品总是会影响一代又一代的观众，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万里长城永不倒》这首歌呢，当年一出来的时候呢，其实是把万里长城来象征着国人坚不可摧的精神，也激发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爱国热情。我们也期待呢，未来会出现越来越多反映我们美好生活的优秀的文艺作品。那今天呢，我们还请来了两位来自大湾区的非常非常非常有实力的演员，他们用自己的实力呢赢得了无数的鲜花和掌声，而我们的蔡少芬也会和他们一起带来一个很不一样的表演。下面请我们的秦霄贤来为我们介绍下面的嘉宾。大湾区的演员即将登场，独特魅力无法阻挡，演技精湛，塑造力强，经验拼搏不同凡响，小角色也有深刻印象，好的经验值得分享，站在片场闪闪发亮，陪伴观众天天成长。有请邓萃雯、李耀祥、蔡少芬。目标
都退远，让理想永远在前面。路纵崎岖，亦不怕受磨练。愿一生中苦痛快乐也体验，愉快被爱在身边转又转。风中赏雪，雾里赏花，快乐回旋。无用计较，快欣赏身边美丽每一天。还愿确信。美景良辰在脚边，愿将欢笑声盖掩苦痛那一面。悲也好，喜也好，每天找到新发现。让疾风吹呀吹，尽管给我俩考验。小雨点放心洒，早已决心向着前。让疾风吹呀吹，风吹呀吹，啊！愿将欢笑声盖掩苦痛那一面，悲也好，喜也好，每天找到新发现。让疾风吹呀吹，尽管给我俩考验。小雨点放心洒，早已决心向着前。小雨点放心洒，早已决心向着前。小雨点放心洒，早已决心向着前。如果要把他们的作品全部要放完的话，我们会要等很长很长的时间，太了不起，来掌声给他们。哇哇 ！Hello， 大家好，好久没见了，好开心可以来到你们的节目啊！好久不见，欢迎欢迎。来，首先阿文姐来给大家打招呼。大家好啊、大家好，很难得在这里跟他见面，非常的荣幸，真的，欢迎，谢谢。好，耀翔哥啊，大家好，我是李耀翔，很高兴来到节目现场跟大家见面，谢谢。刚才有一个瞬间是他们三个，就是老师你真的不给我介绍自己了、啊。因为我是觉得最近通过很多综艺看到你嘛，但是事实上我心中你一直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你只是也在演一个很好的综艺人，其实你本人不是这样的。嗯，那也是的，真的。很多心酸真的不应该拿在台下，带给观众的都必须要是快乐的。对，用演员的感觉给大家打招呼好不好？好吧，大家好，我是蔡小芬。我好开心今天来到，你好星期六，你好星期六。这位演员很用心，他还学了我们的手势，而且一次就对了呢。刚才你们出来的时候，其实这个秀非常用心的地方就是大屏幕可以看到大家的一个一路走来的这个时光，就是很多不同时代的作品。然后呢谭松韵真的是每一个作品就喊那个角色的名字，就好像是看到了朋友亲人一样在那喊，对不对？爷青回真的是有一种看到你们的剧也看到我们自己成长的这个时光。其实我知道三位呢也有过很长时间的合作的渊源，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们之前有没有什么非常有缘分的故事？其实真的我觉得那个很奇妙的一个缘分，就是经济运练开始的时候，我记得是本来是找你去演的，是因为他一开始说一个宫女发生很多很奇妙的案件在里面，有一点恐怖的，
如飞那个角色，对，我就把他退掉，我就跟他说我不演了，然后我就去接了内地一部电视剧，接完之后那个监制又找我了，说改了，我说对不起，我已经接了那部戏了，我不能拍了。但是后来我看见他们那么红，每一个都红出来了，我一点都不妒忌，因为我找到我人生中最爱的老公。后来呢，就是因为那个戏红了嘛，就有很多很多的宫廷戏找我，但是刚好就拍《还珠格格》那个时候，对，新《还珠格格》，当时我我推了，但后来我就发现我推了之后，人家马上就找他，对，是的，王后娘娘，甄嬛传，这个缘分真的，真的，你过给我，我过给你了。你有没有听过那个广东话是肥水不流别人田呢？但是我真的觉得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不一样，代价都是不一样，但是各自各精彩。就是我拍了他那个角色，但我没有找到老公。哎，这个就是命不一样，对不对？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当时翔哥做男主角，其实也有翠文姐的介绍，是不是？不是介绍，是请求。我是请求有机会跟他同时拍。你为什么会发现他的光彩？因为他真的戏很好啊，他常常都是把男一的光芒抢走。没有，真的没有，他戏特好。我是知道。演配角其实是更难，很难，因为演的出彩比演 主角是更难的，但是他都做到，所以我觉得不要浪费这样的人才，我觉得他应该是发光的。对，看中才久了，所以我希望他的光也谢一谢我。哎呀，没有，还好有你啊，你是我的贵人呢。我松松是大湾剧的十级达人，真的好厉害。艺海豪情你熟的吗？哇，狗姑娘啊，神哥啊，我就天天看，还有郎非凡，就看得非常非常着迷。所以说到九姑娘和醒哥，有没有这种意难平的感觉？太有了，我跟你讲，就是这样，宝贝，你到这儿来讲，你到这儿来讲。哇，你今天见到好多偶像哦。是，我有听他们的歌，我有看他们的剧，好幸福。然后你们当时不是分开了30年吗？就如果那30年没有分开，虽然我知道这样的遗憾再相聚是另一种感觉，就是他们分开这30年，我就觉得是意难平。意难平，好想他们每一天都在一起。其实，在中间很长一段戏份是九姑娘和醒哥是没有在一起的，直到最后的时候才短暂的在一起。所以呢，喜欢你们两个的朋友就会觉得这是他们心中的一个遗憾，就是叫做意难平。那这样，今天给你一个圆梦的机会，我请九姑娘和醒哥唱一小段这个红蝴蝶给你听，好不好？哇，好啊。哇，世间什么爱叫纯洁？你今远花尘似红蝴蝶，饱经挫折，伤口淌血都不知会磨灭。世间什么爱叫纯洁？处在绝望仍力坚，留守最美一起，哪怕力竭。你的美比繁花更。心却只能希冀，红蝴蝶漫天飞，很美，我一生铭记。流水透彻出我俩，愿我满布风霜，也雪亮，天空灰暗，爱得了点样？要杀就杀，要死就死。世界什么爱叫纯洁？你今远花尽似红蝴蝶，饱经挫折，伤口淌血都不知会磨灭。世间什么爱叫纯洁？
主宰绝望仍领先，留守最美一起，哪怕力竭。磕到了，啊！谢谢谢谢。说吧，说出来啊！他听完之后说了一句：“台湾区的人都很会保养。”为什么是这样的？这个剧粉重点到底在哪里？就是没有，都是没有变。包括我看见阿斯阿娇他们，我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有一个说法叫老神在在，看到秦九 CP 的再一次的在线发糖，本来想说会不会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会不会有感觉时光流逝的感觉，可是突然看见他们还是那个样子，这种感觉就是很安心，时光就是被保留在那里好好的，我们的青春就是很好的在那里。哇，好棒，好感动哦，我觉得看到他们一起，我自己幻想他们在拍这个剧里面背后所付出的努力，因为我知道拍剧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夜以继日。对，最长的时间是多少天没睡过？我很难说多少天，但是我觉得太久没有，可能不够睡了，对，就抽筋。哦，嗯，因为缺乏睡眠，疲劳导致抽筋。也试过，已经在拍 role game 拍了，对手一直在讲话，我就。一直睡。我记得那时候累的时候，我们躺在那个车上，然后车了中间不是有一角是没有吗？对不对？啊、两边坐，我们就会这样，对对对，就这样睡的。我们也是裹着一个羽绒服，我就在地上睡了。真的，我真的觉得是，就吃饭的时候你在吃饭，我就躺在那边睡，过道的地方啊，还是那个病床上面啊，就是哪里都有一个位置，我就躺下去了。太不容易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演技上的小小的互动，我们也跟两位老师然后一起来请教一下，好不好？好。好，今天呢我们非常开心啊，就是请到了邓萃雯和李耀祥两位好的演员，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玩一个小小的互动。帘子一拉开，你一转头就开始讲这句台词。哦，台词只能说一二三来表现气场非常强大的这种女性的角色。哦，神秘的一二三。表演完了之后，我们要请安文姐和翔哥，不是说点评，就说说你们的感想。我们先来看这个片段，来，请看，是不是有那种压迫感了？你们不可以再说那么多的台词，就是说我数三下，就是那个一二三，把那个气场表达出来。冯喜先来，我跟你讲，冯喜先来，因为后演很难的，接不上，真的，你先来。哇，我怎么敢的？我加油，让我们看出你内心的台词。是的，是的，好，来 ，Action。一，二，三，你玩出了木头人的感觉，我都不敢动了。当时，哎，非常好，非常好。我太喜欢你了，喜喜。好，下面松松来，好不好？哎呦妈呀，好紧张啊！我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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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冯喜已经演出了那个不同的递进，下面我们看松松的演出，台词依然是一二三，来准备 ，Action！ 一、二、三。我的叉烧包嘞！好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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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举手了，投降。他好的地方就是一跟二中间，其实他的戏没有断，所以反而是更想知道，哎，后面会怎样？对，有这个气场在。嗯，而且他有设计手部的小动作，抠手表示我没有在意，但是你必须看我。
对，这种小动作是不是？这个设计很好。结果最后还有个反转，是我的叉烧包嘞，其实只是在等菜。好，那下面呢，我们要做一个小小的挑战，也请我们阿文姐跟翔哥来帮我们做一个评判。我们会给大家一句大家在这个大玩具当中非常经典的台词，然后呢，用我们的 Vivo S 十二手机呢现场创作一个配图，然后我们看看哪一组更有想法、更有创意来表达这句台词。台词就是那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啦。我们要请艾达和祖儿来创作，好不好？分别拍，你们可以邀请你们的模特在这个环境当中来创作。你想拍谁？我当然是跟我纯儿。来，流一滴眼泪也要笑。哦，那给我一点时间呗。没问题，你会觉得更难吗？哦，我懂了，等我一下。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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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张照片。好，来，对，我要的就是那种效果。好像眼神演了一整个故事。那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有了有了，笑中带泪。哇，好，谢谢你。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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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泪水眼睛里。搞到我都想哭。我明白明白。好，下面交给祖儿，祖儿来创作。你作为导演，你可以邀请你的模特你找谁拍都可以。我就请翔哥来。可以跟我一起演吗？当然。我就希望你这一场戏就是吃很多很好吃很久没有吃的菠萝包，然后呢吃到那个菠萝包的时候就狼吞虎咽。Cool. 然后就看到这个很满足的感觉，可不可以啊？可以。好，来，我们来了，一、二、三。哇！那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笑，笑一个，笑一个，哈哈哈哈哈哈！很开心，很开心。好厉害、真的好吃，真的好吃哦！你要喝点东西咽一咽。这么厉害的吗？这个环节，猪八戒，这个我觉得评委就为难了，因为这其中有一位是参赛选手。我不评我自己的那个，对，不评自己是不是？好，那我们请那个阿文姐来说一下这两张照片给你的感觉好吗？我觉得两个不一样的地方，这个比较文艺，在内心戏比较多，是啊，就是他表达的非常好了，但是你必须要就是很有内心去看，但他那个比较浮夸的感觉，对对对，就一看可能这个画面你就能感受到比较直接，对，是两个不同的表现方式，各自精彩，对，各自精彩，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个照片真的非常非常漂亮，对不对？对，我刚刚还用这个 Vivo S 十二系列手机记录下来了，它的影像全面出色，前置和后置像素都超高，可以用它来拍我们舞台上的亿万精彩。是的，我们看到这个 Vivo S 十二系列手机拍的这个照片非常的清晰啊，可以直接拿来做杂志的封面都没有问题，是不是？松韵你觉得呢？拍的特别有质感，而且这个茶餐厅拍出来就很港风，复古港风写真拿捏了。有趣了，有趣了。结果我觉得表演当中的细节，刚才大家做了很多不同的尝试。那下面呢，我们要请翔哥来跟我们讲一个很有趣的事情。翔哥在最忙的时候，有的时候同时在六部戏里面演出。
我们帮他统计，他已经创造了可能将近2000个角色。哇！因为最初的时候，就是角色的戏份不多嘛，所以可以一天跑6组。跑龙套啊，小时候是。对，在电视台有6个戏我都有份。然后我们找到了一个，就是翔哥最近的一个作品的一个小小的片段，其实我们很感动。我们看一下这个。哇哦！跟我们说一下，你演的这个角色是个拳手，是不是？对对对对。那个过程是怎么样？喝肌肉？很辛苦啊，先要减肥，而且要锻炼，要举重啊那种，都做很多运动。嗯。而且特别，我们是一边拍一边去锻炼，所以很辛苦。有时候拍到晚上2-3点，回家也要做运动。对呀、啊。最小要做半个小时，而且我告诉大家，其实这个就是这个形象，或者是这场戏在剧中，其实只有40秒吧。不是吧？对。就是那个台上1分钟都没有。对，40秒，你为这40秒练了多久？练成这个样子？两个多月吧。所以没有一个工作是可以随随便便成功的嘛。然后我们有一些集锦片段呢，是翔哥在这个戏中各种被打的片段。我们来看一下，来。你们别打，别打，你们别打，劝大哥，劝大哥，我们比劝大哥还猛。哇，看着都疼。其实我们当然知道拍戏有拍戏的技巧啊，肯定不会说真的打我们的演员啊。但是其实在看到这个，特别是刚才有的那个镜头里面，眼睛都要演出那种充血的那种感觉，其实肯定还是辛苦的。那翔哥有没有什么这种拍挨打的戏的诀窍？真的没有，因为我觉得因为经验比较多，其实也我们拍的时候也有很多前辈，其实我们都观察很多，所以就知道就是拍那个挨打的戏，就是你两方面去处理，你就可以比较像你打的时候反应是怎么样，你去收手啊，什么绷紧啊那种，而且这个表情就配合你的角色就可以了。对呀、啊。技巧也很重要，技巧也很重要，打人的技巧很重要。是的，有的时候其实你有时候打得很狠，但是事实上镜头里看起来一点都不厉害。对对对对，但是这个都是要去研究的。那今天呢，我们这种可以说是三料最佳男主角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我们学一下怎么演这个戏，好不好？好，没问题。先是棍子啊。哇，这是一个真棍子哎。啊，你啊，那我拿错了，特别实在哦。嗨，我以为是真的呢，很轻很轻。拍一下，你们俩同时打我这儿，然后不要急，然后最后再打一下我的背，哦、可以吧？我们就这样。哦，好、okay. 好好，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事先一定要套好招。哎，对。来，预备 ，Action。爹爹。别说话了！哇！哇，太棒了，词真的很好，你以后多拍这些戏。好的，好的，谢谢老师。多多被打，多拍一些被打的戏。老师，我想请问，是不是如果你演的角色不一样，其实被打的反应要不一样？当然了，当然了。刚才弟弟演的是好人，是不是？性格是比较强硬的那种好人。老师，我闷棍怎么样了？对对对对，这个棍打得很好，棍都打断了。对，棍子不错，打得很好，很松。这样可能大家会觉得我们的道具做得不是很好，还好我们有另外一个道具。哇，下面这个就厉害了，这是那种就是很痛很痛的上刑。烙铁。对对对，烙铁。这是小时候看古装剧的噩梦。是不是？那现在是坏人要来挨打了。好不好？老师，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坏人就是在接受这些惩罚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状态啊？其实看那个情节嘛，我觉得有些坏人是不愿意，这是
我是好人啊，这个这是好人，我是这个好人，这样是好人。对对对，但是有厉害的坏人呐、啊。坏人很厉害的坏人，你就不让人家看到你的反应嘛，你就忍住，不让他知道。还有，你演技里面还有那个恨意在里面，有就一天我就反过来我报仇。对，报仇的时候你就知道了那种，啊，所以要看你的心态。报仇 ，OK。了解了哈，好，大概这样，这样有一点点感觉。我们看弟弟演完，我们猜他演的是什么。好啊，好啊，好不好？坏到什么程度？来，准备 ，Action！ 从观众的反应就知道了，好棒好棒！弟弟的真的反应真的太好了，我觉得他拍这个戏应该很有经验。没有没有没有，谢谢，在学习中。对，太好了，他演的。以后多拍这些戏。下面演示终极挨打棍子加烙铁，来围攻翔哥。磊磊打吧，好不好？磊磊正好在翔哥后面，磊磊打翔哥，然后前面有人负责烙铁，好不好？来来，就是又打又烙，对对对，又打又烙，哇，那么复杂，同时吗？同时。哎哎，要不要我给你在旁边给你对戏？就你不要救我，你快走了。哇，不要，我不走。那我来挟持。我现在控制住了九姑娘。这种福利我来。现在你的女人在我们的手上，呼呼呼！还没打，哎。快走！我叫你走啊，走！我的棍子可没长眼睛。世界什么爱结伴神奇？你甘愿花重钱？快走！快走！不经意错事，伤口淌血都不知会磨灭。世界什么爱结伴神奇？好残忍啊！哎呀，太残忍了。其实呢，在刚才我们用很多玩的方式在介绍很多我们其实感兴趣的演技的这个互动，但是好玩的背后呢，其实更多的我们看到是演员们在各自的演艺生涯当中所付出的专业和敬业。确实呢，创作是需要心血的，而表演更是需要实力，而荣誉和掌声呢就会自然而然地镶嵌在敬业这座奖杯的金边上。谢谢，再次谢谢邓淳，谢谢李耀祥，谢谢。下载淘特 APP， 摇一摇，精选年货美食，全场9.93元，提醒您稍后看点。松松，你哭了？啊，我哪有？没有。松松，嗯，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呐。差一分钟，听还听久，然后塞。第二句是什么？关你什么事啊？急了，急了，就是他们。你好，星期六首席合作伙伴淘特 APP 摇一摇精选美食9.93元。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欢迎各位来到由 vivo 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先锋影像旗舰 vivo S12 系列手机全面出色，自然出众。感谢首席合作伙伴淘特 APP， 下载淘特 APP， 摇一摇精选年货美食，全场9.93元。欢迎大家来到由你好星期六和淘特 APP 联合打造的我们特会，感谢首席合作伙伴淘特 APP， 下载淘特 APP 摇一摇精选年货美食，全场9.93元。好，
刚才聊了很多的这个港剧啊，也吃了很多的港式茶餐厅的美食。那么今天呢，我们还要聊一聊这个大湾区的歌曲。曾经有人说过呢，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粤语歌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会有一些朋友带了自己心中的一些粤语歌。那么到底是谁会选择哪首歌？两边能不能猜对呢？又是什么样的缘分会打动你呢？我们一起进入下面的环节，叫做一人一首粤语歌。那首先我们来看看蔡老板这边带来什么样的歌曲，好不好？好的，来听一下。我知道了。你知道？是你们这边？我们这边。你知道了？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你知道？你知道？千万不要说出来、啊、我以为是他们这边的。暴露了，暴露了。我觉得何老师，首先排除阿萨。对。没有，这首也是我跟容祖儿的歌啊。阿萨，不要再演了，你刚才已经表演，已经穿帮了阿萨，已经。何老师，我觉得这首应该是一个男生的唱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我觉得对男孩子是有个特殊的情怀的。嗯，我觉得是 Bridge， 因为 Bridge 之前跟哥哥们一起有过、对一段经历。其实我说一下我的直觉，我排除蔡少芬、冯喜，因为开场第一首歌肯定是找一个唱得好的开场。本来我会怀疑 Twins， 但因为阿萨一出来就说我知道他们中间谁，就表示肯定不是他们，对吧？所以呢，我们确定是布瑞金。我们已经确定了，来，音乐响起，看到底是谁唱啊？没站的那几个，没站的那几个肯定是。熟悉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哼不起再面对，年往夜空，往日是谁年为心中疑虑。来忘了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到会惆怅，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死罪，所有故事曾已发生，飘过岁月里，风吹过已渐慢，掌声已在昏睡，让眼泪已带走夜憔悴。所以布布为什么会喜欢这首歌？为什么是我和他们有一样的友情？其实选这首歌的原因就是有幸的参加了披荆斩棘的哥哥，是真正的认识了小春哥、志林干爹、天华哥，还有小峰哥，还有汉文哥，他们从来不迟到，本子一过来的时候非常认真的马上就这个样子坐在这里，从不玩任何手机，从不在那里浪费多的时间去做这样的东西。好激动啊，布布，不激动，不激动。没有没有没有，因为你说到哥哥们很激动，对不对？对，就突然也很想念他们，就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那股一丝不苟勤勤恳恳的那个感觉，在乎细节，在乎别人的感受。是的，然后把作品当做第一位的，就是这样。感受到他们的友情。对，好，下面看我们这个最有气势的歌单了，好不好？好 ，OK。祝你们好运啊！好，来，这首是。啊，送你送你，祝福永不断，轻轻的飘，寻觅无边路远。听太多次，把歌词刻到骨子里。祝福肯定就是女生的歌吧？怎么可能是男生的？ 对不对？我觉得是谭松韵，他刚才看的时候就流眼泪了。看，松松你哭了？我哪有，没有。松松，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呐、我
我觉得不要老是盯着女生嘛，男生也非常有可能啊。我就很喜欢这首歌。刚刚何老师已经提醒你们了，就往男生里面选一下，他都提醒你们了。我觉得他那个提醒不对头。哎，我们是不是同意觉得不是男生？对，我觉得不是男生。我投左耳老师一票。我也投左耳老师一票。但是我告诉你，容祖儿他是什么歌的歌词都记得很清楚，就是他骨子里面没有骨髓，全是歌词。对，就是他什么歌都能记得住，不会只有一首啊。你刚刚说的很对。我真的是听了很多次，我是香港那个歌词机。哎呀，我不知道哦。我们都觉得不像是祖儿，像是松松。好，那就是我们这一对，就是谭松韵老师。对，好，来，谭松韵是不是这首歌的推荐人呢？来，音乐起。有月老情随路子，我于山中穿梭边，一片远远渐忘我意，但看千溪之中早飘远。啊，过去过去，多少次心乱，今天今天，随着云烟渐远。赠我苍生，祝福一串。啊，心安听听，祝福永不断。轻轻点飘，寻觅无边路远。借那鸟语，路数世天万年，百个清风。赠苍生，祝福千串。好听。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来讲，我觉得它是一首非常优雅，然后又非常美好的歌曲，而且带着很浓很浓很浓的祝福的意味。而且我自己还有一个小小的遭遇，就是当年在歌手的总决赛的主持的时候，我犯了一个很不应该犯的错误，就是我在介绍他的名字的时候，把他的英文名字莎莉念成了 Lisa。 后来呢，他特别可爱的时候在微博自己写了莎莉，然后说何先生，我叫莎莉不是 Lisa 呀，特别可爱的跟我喊话，然后我还去转发这个微博再跟他道歉。我是觉得好不应该，为什么明明那么在意的人，你却不小心因为自己的不专业不敬业去造成这样的疏忽，是对自己来讲对对方来讲都是一个遗憾。所以这个歌真的是刻在骨子里面的。我看见你是闭着眼睛来享受的。对对对。好，我们下面要猜你们了，看看这个歌单。但他买的第一张专辑应该不至于哦，对，这么老，因为到他们这个年纪，已经基本上都是数字专辑或者 CD 了，对不对？磁带，跳舞街还是磁带，对不对？磁带，哎，这位少女很肯定磁带，对，哪个少女？这位少女，阿傻吗？对，是磁带啊，不是磁带吗？但是他那么肯定，我觉得。他就是那种有嫌疑的人。那个差一分钟听很听就有哈塞，第二句是什么？关你什么事啊？急了急了，就是他们。我们投票了，好不好？觉得这首歌是阿娇的，请举手。一票，两票，
觉得是阿萨的请举手，三票。最后我们确定是阿萨。OK， 好，来看看到底是谁推荐了这首歌呢？音乐，请。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因为我每一次去 KTV 我都会唱这首歌，我都陪他唱然后有时候我们演唱会要开嗓，我们都会用这首歌。对，而且我就是那时候是小学二年级啊。对，我好喜欢陈慧娴。你已经有钱买了？那么厉害。没有，就是红包咯，过年的压岁钱。对，就拿来买他的磁带。对，是我人生的第一个磁带。其实我今天想给我两个好朋友一个惊喜，我今天早上牙都没有刷，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们两位。亲爱的傻跟娇，还记得我第一次跟傻见面是在适应的地方，跟娇的见面是一起过来跟我一起庆祝生日，那是我们三个第一次聚在一起，没想到这一聚我们就聚了22年了。我觉得因为我们是彼此的开心果，难过的时候一起过，开心的时候更要一起过。22年前我跟你们说就当来自己家，我们成为了彼此的家人，未来我们也会一起看着彼此陪着你走，因为是朋友呀。有点感动。谢谢你，谢谢。Yes, I love you.羡慕这样的友情。喜，你是感动他们还是想到自己的朋友？还是因为就是刚刚像左耳老师说的，因为女生之间的这种友谊其实真的很难得，尤其是20多年可以一直这样下去，然后我觉得就是朋友其实就是自己选择的家人，所以真的很动容。我们也祝福大家都像 Prince 和祖儿一样，拥有这样可以陪伴自己走过10年、20年、30年更多年的朋友。其实只要有人陪着你，就是幸福的。虽然我们的人生呢会有很多不同的路口，那么当时呢有可能陪你走过那个路口的人，走过那个风景的人，转个弯可能就不得不告别。但是呢，我们永远都会记得那一首一起唱的歌，那些一起经过的时光。更重要的是，只要是陪伴过彼此的朋友，我们在生命当中就会给他留一个最重要的位置，不会抹去。那接下来我们就请祖儿和 Twins 我们带来这首《朋友》。
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高呼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好喜欢这个秀的设计，一个一个的人生的圈，每个人在自己的路上走着，他们走的不是同一条路，然后最后大家万水千山又走到一起，这就是朋友。谢谢你们，谢谢。今天我们聊了非常多港剧，然后香港的音乐，其实我觉得很多粤港澳大湾区的青年就是因为这样一些歌，因为这样一些剧，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爱好而相识相知的。那我们也觉得在新的一年呢，粤港澳大湾区的青年朋友，我们也可以友谊长存，可以共同努力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是的。你好，星期六首席合作伙伴淘特 APP 摇一摇精选美食9.93元。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欢迎各位来到由 vivo 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先锋影像旗舰 vivo S12 系列手机，全面出色，自然出众。下载淘特 APP， 摇一摇，精选年货美食，全程9.93元。提醒您下期看点。你好，星期六，春节等你来嗨。
何老师和青春见习班，好六团带你一起玩转新年，祝大家新年快乐！星期六的灿明，百变春晚角色同框，重温经典记忆。27个皮肤。哎呦我天！哎，这哪记得住？全新创意挑战，惊喜来袭！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青灯八宝珠江米辣鸭。是在报菜名吗？这个才叫报菜名。更有新春京剧大赛，谁能拔得头筹？小王，你怎么又胖了？吃你们家大米了吗？吃你们家五花肉了吗？胖挡你们家 WiFi 信号了吗？好凶啊！爸爸，我想说的说了，为什么？星期六的郁可唯分享私藏新年歌单，全新改编歌曲带来试听盛宴，嗨唱考验，谁能稳稳拿捏住音乐节拍？这就是老妹儿疼了，燃烧我的卡路里，拜拜。农农选的。星期六的陈立农带着零零后浪团来了，零零后浪春节印象知多少？前浪前辈，快来进群聊一聊。年夜饭会在哪里吃？中午在家点外卖。对，我过年的时候也点外卖，因为我妈妈做饭实在是太难吃了。你有想过我们在过年的时候点的是鸭货吗？每周六晚8点10分，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你好星期六，首席合作伙伴淘特 APP 摇一摇精选美食9.93见。以上呢就是由 vivo 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先锋影像旗舰 vivo S12系列手机，全面出色，自然出众。那除了回忆满满之外呢，大家身上那种敬业的态度和奋斗拼搏的满满的精神让我们特别感动。相信呢，有了大家每一个人的努力和付出，我们的生活会变得越来越好。马上就要到新年了，在和你的家人和朋友团聚的同时，不要忘了收看我们的你好星期六。我们的口号是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那么下个星期六又有什么样的惊喜呢？那就下周六再见啦，拜拜拜拜。